欢迎回来，现在是九点钟的新活动，这里我们已经接了个令过来，这里是慈恩寺的第一层，马上会有一个 boss 刷新，我们先点这个挂机。好，拜火圣主，归属是我们自己人，我们这儿超多人的，这里可能看不出来，这里你看这个称号就知道了，这里技能什么的，因为大家都站一起，看起来好像人很少。哇，你看这个技能打出来这个剑有多少啊？好多啊。然后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每日限购，忘记买了，这个10块钱买一下。这个群里的人观察是真的细致，哇，这是真的牛掰。然后还有一个71的也买一下，这个都是比较划算的，这图鉴什么的爽爽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商城，有另外一个人在弹幕这儿说了一下商城的这个荣誉每日兑换的这个最大的，对吧，这个要兑换的，昨天说了。还有这个落火星元兑换了，这要兑换10来天才有的。青石灵狐应该不需要，青石灵狐的话是那个神宠，神宠应该可以自动扫荡，我这里每天再买10个就有15000，这个支出太大了，这个买不起。到第二就跨服了，是什么鬼？这个打完我们应该就进入下层，看世界频道。哎，贵帮会通过第一层试炼，请不要骄傲。第二层要9:05开始。世界的话有谁说话？没有人。国家呢？法师铭文被拍卖了。帮会呢？他只不过不会看信的，我们人不多。他是说群里叫人。哎，第三层我们还真不一定打得过。哦，炎夏他是说要多叫一些人是吧？好的好的，还有4分钟。我再吼一声啊，尽量都上线。魔王宝箱开一下。哇，3个足迹内丹，再加2000，1200。觉醒合成，天使之翼可以合成一个。神语可以升一级了，哇，2个可以升一级，加了2400，舒服。有红装吗？什么鬼？我开了13个元宝。求助，怎么还在打持国天王？拍卖没有东西的。啊，拍卖有东西的。哦，这个是3分钟之后。这传说令我现在都不想买。你想，传说令肯定是一口就秒了，对吧？这个800元宝相当于是40块钱。这个东西我们需要90个，40×90，相当于是3600块钱才能升这么一个头衔。你觉得划算吗？3600块钱就升一个头衔，所以不划算。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要秒。这个拍卖以后我们去看一下有什么想买的。哎，这种红装，可惜不是我的。红装以后感觉都可以秒。哇，这400块钱，这不是400元宝也值200块钱的，200块钱一个红装还是有点贵的。我估计也会被人秒，因为这是法师的。你看这个灵雨，很多的，很多人都是灵雨，可以前往了。哎，很奇怪啊，这个太阳我没有看着，点令牌，点了，直接前往，这就是第二层是吧？哦，魔王逃离时间，我的天，这个声音好暴躁。这个刚才是谁先进来的？好奇怪，他们就能进来，我就进不来。刚才我不知道这个入口在哪儿。那还是大 boss 啊，还是没有对手啊。有人说往前走，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哦，地图是这样子的，怎么还有一个人在最上面？这慈恩寺可能是要往这边走。这叹号是被这个帮会烽火挡住了。给你100块钱，给你摸一下，我不喜欢摸男孩子。然后刚才还有人很骚的说，2个妄图碎片拼一个小妄图也是醉了，因为我刚才在讨论那个觉醒碎片，5个可以拼一个。匹配到你300多万战力，这个是匹配的吗？有敌人吗？我怎么还没有看到这个天位的？都是天位云州呀。哇，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排位赛，但是是以帮会为团体的一个排位赛，团体排位赛，每个自然月为一个这个赛季，对吧？然后每个帮会会有这个排名，我们就一点揍，到时候我们会匹配到别的帮会，第三层说不定能匹配到很厉害的帮会。哦，公会赛，对，这很厉害。哇，你的繁体字难道是台湾同胞吗？最近这个凤梨吃的还爽不爽？我真的有很多台湾同胞看我的视频的。累充10万获雷斯妄图，那妄图累充10万获得什么？别指望妄图了。来，我再拉个令。哎，浪迹天涯，这里还是有敌人的，对吧？我刚才看到一个敌人出现了，但是我们这儿人太多了，都是我们的。好，9:15开启最后一层，我去叫人了。
来了来了，现在我们进入第三层，来一个帮会令啊，语音召集，前往下。这个别人去拉令，谁拉的？小跟班拉的。好的好的，本来我也要拉的。说话呀，没有人说话，那我静音了。不要打扰我这个激战的时刻啊，这个 BGM 没了可不行。现在这里，我们终于知道，这个是一个工会战的话，有可能遇到这个强敌，所以我刚刚叫了一些人嘛，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刚才说是啥？河区估计会看到300万的号，有可能。这里已经七连斩了，我们看一下这里的人。北鼻，野雨风，野雨风是85级，这个人绝对是我们前面的屈服，因为85级我们服就我一个，我已经是变态中的变态了。84级，85级，哎，其实应该就我们前面的一两个区吧，我估计是，直接去他们家门口堵着啊，也不是不行，杀人就行了，不让我走太远的路。在他们家门口，我觉得那些人会走的，走动的时候就会有问题。这里你看，他们打我都不痛的。来，魔王准备刷新了，这里准备打击魔王，最终比的是魔王的输出。出完一怒为红颜，拜拜。4321，他们都进不来这个最内圈。暴走悬浮，打这个真武大帝84级，哇，真武大帝六星出现。好的好的，看看这个野雨风，这个这些其他人就自己刷吧。然后我们时不时点一下这个召集。然后我杀人就行了。好的好的，那我就杀人。这个活动还是有意思的，我刚才还说这个九点钟没什么看点，我错了，很爽的。风之暮雨，你看这些人都被打退了。司徒燕威，没有见过这，哇，这里那么多人，走走走走，我这儿被晕了，被晕了，头上有个圈。幽深，这个人好有点厉害啊，把我都打通了。看有没有插旗，插旗是什么鬼？你看敌人都看不着，这里因为人太多了，而我们的这个游戏设置里面只能显示30个人，所以你看我在这杀一个空气，但其实是杀这个敌人的，敌人没有显示出来而已啊。这里应该有很多敌人。右上角，哦，右上角红点都是这个敌人，我看到了，但是我这边看不着。你看这后面应该有敌人的，但是这后面显示都就只有一个这个乐。来，切换人，切换人，风之暮雨，来这儿杀杀人，杀人，优先杀人啊！等一下，设置优先选怪，优先选人，好吧，优先选人，我就揍人就完事了。这 boss 肯定是我们家的，问题不大。鬼婴，他们这儿好多85级哦，出完一怒未回无烟，他是86级，这应该是他们这儿的 number one 吧？为什么哪个游戏都有风吹屁屁凉？好像并不是，但是这个真的很容易让人记住，已经30击败了，你看。这个和空气对战，其乐无穷，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与空气斗，其乐无穷。一个国王，其实南桥他刚刚说为什么在二层的时候打架的时候没有看到我，屁屁凉又被我杀了，是因为他那个只能显示三十个人，刚好我不在那个显示范围里面，比如加载我加载慢了一些，对吧？特别是我这个国王的称号那么费劲儿，那么大一个，加载起来可耗资源了，就没有加载我。所以他就没有看到我，我就直接堵他们家门杀人啊，真的是堵他们家人门口。哇，你看我身边，哇，萧的剑把我杀了，来巨杀干架，这可以立即起来，立即复活，来再干我，把我干挺了，让我爽一爽，我好久没有被捅了。我距离上一次死，就昨天我才死了一次，你知道吗？今天就一次都没有死，这是第一次死，越来越变得难以挑战了。崔静琴。这个是崔琴同学，简称崔琴。粗鄙志愿，这难道这不是，这是看着文雅的用词，看着巧妙的比喻，看着灵活的身段，看着炫酷的特效，对吧？简直没谁了。48级杀，来个100级杀可以吗？对面退服了，哦，已经通过了，请不要骄傲，继续努力，恭喜通过本次的全部试炼。活动结束了，多买点符文，这又不是我想买就能买到的。这里准备看看这个拍卖啊，刚才这个拍卖还搞笑了一手，这个帮的拍卖，对吧？有这个红装，刚才我还说这个试验项链它是破军的嘛，我想把这个秒了，到时候那个谁那个嗷嗷风他秒不了，结果大家都提醒我说，哇，有个黄忠可以买，加1000多战力的，这个直接买直接加啊，黄忠秒了。好的好的，这个活动等6分钟之后过来录制。好的，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欢迎大家9:55再过来，我们眼睁睁的看到自己拿下这个榜一啊，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悬念，我们现在简直是太厉害了。哎，招募成员，
十一万的，哎，拒绝，深龙安，不好意思，点错了，哎，这个不是 W2 的，我不是很欢迎。你们说要不要他？哦，武道会不播？武道会9:30也要播啊？那挂着吧。好了，欢迎回来，准备参加武道会。这里我们三个人都在了。然后这个时装，他们说，这个老坤这个时装有点丑，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女性的角色。然后赶快拍卖，拍卖马上，哦，2分钟之后开始，还早，上一颗还早。抢红中和所有觉醒，好的，我也是这个打算，完成商任务。到时候我就在这个位置疯狂点，就完美了，绝对是我的。其实在这里可以，要是有个三人的坐骑就好了。我记得龙武里面有三人的坐骑，当时是俊哥搞了一个三人的坐骑，他先有的第一个，那个是现实的，后面我也有了。哎，八强赛2分钟后开始，请获得资格的战队成员立刻进入武道会准备，不进入准备区将视为放弃，立刻进入，在里面做这个拍卖应该也没有问题啊。比赛开始还有1分46秒，先拍卖，来，俊哥也许他厌倦这种游戏了。4 3 2 1，好了，秒了，我好像秒他两次。等一下，这个好，我别的不秒了，已经秒完了。然后这里集合一下，小蛋塔进入跟随啊就可以了。好，活动马上开始，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手速如何。检验手速的时候到了，拍卖退款，哇，那么多，帮助拍卖所得一个，哎，黄忠来了，这个退款，这个碎片有一个，29秒后开始，好的，已经在了。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四个，五个，我秒到了5个这个碎片，你看别的东西一下全都没有了，碎片我都秒掉了，太牛掰了，不允觉醒，直接兑换，谢谢大家的这个谦让啊。我先看一下，倒计时6秒钟开始了，我们先不用升啊，黄忠在哪我都不知道在哪升，现在小狼蹄对阵这个团子啊，这个碾压，问题不大，8强赛，8进4，有点东西的啊。魂师镶嵌一个黄忠替换一下，加400，再替换张辽，好了，又加400。哦，挂机，不好意思，我这是需要手操的罐子，碰一下，一个没有了。这里还有个刺客，影刺客，不好意思，我近战直接跳过去，他就没有了，一刀两刀，才杀了一个，还有一个活着。小西在疯狂，小西也杀了个人吗？原来这是需要手操的，一群畜生。剩余5秒，打死妄图，啥都没想到，今天我手速太快了。好，哦，还有第二局，来打我呀 ，baby！ 别转了，这还是手操好一些，手操。来，这能诱惑一下吗？好的，没有了，我们2-0 ，OK 了，我的输出冠军权杖39万。啊，小蛋塔32万也还行，但我完全不懂我这个技能啊。现在又是准备阶段吧，现在准备是这个4进2 ，OK， 来升级。哇，武道会8强红包那么多，这个暗影让我帮他打，和他打一下这个经验副本等等，战报，晋级4强 ，OK， 这个技术打了个这个寂寞，你说的没有错，这个技能我完全没有研究。不影觉醒哦，可以了，就在这儿。凌波加个3000，哇，3000战力3400，不影还可以再升两次 ，perfect， 187万，赶快研究一下我们这个技能。这太阳压顶很厉害，直接跳过去，并且眩晕敌人2.5秒的，就是突进加眩晕，贼屌。飞刀是像盖伦的那个旋转技能一样，哎，那个叫什么？瞬间造成4次连续攻击。狂狮之怒是王者之怒时3秒内免疫控制并获得6秒的伤害减免。我擦，那这个被人爆锤的时候开一个岂不是减 N 多的这个伤害，就这个很厉害，直接跳过去，然后这个转一圈，然后这个疯狂的用这个刀，
必须选择目标，好，选一个目标，然后疯狂的对他释放这技能，选一个这个可以吗？不允许攻击其他玩家。为什么不用黄忠？什么鬼？黄忠用了没？黄忠那个就是加属性的呀，就总共是加了1000的战力引擎塔而已啊。副本的这个战力塔我倒是自己爬，今天可以爬到116，我的天，120都可以爬了，准备去急救一下。等一下，怎么进不去了呀？你看这个陆皇也在，王后、亲王，我的天哪，他们那边的王后没有吗？都没有能够进八强的，太衰了啊！皇室成员不给力，证明家族基因不够好。哦，这里可以领取赏赐的，领取。哎，云豹领完了。这个白天开一个这个活动，就是我开的，就是8点到18点50开的。然后国民可以在9点钟，不是7点钟，晚上4点钟可以领取，一周可以领2次，总共是2000吧，还是多少？哎，反正这个元宝我没有领，有点亏的。宠物换一下这个眩晕的，对头，应该是法宝吧？我看一下这个法宝，哦，它是有伤害并且眩晕目标，这个法宝是可以的。神宠找一个，哦，这个是对单宠目标造成伤害并造成建设，这个不行，这个是降低它攻击的，这个 1v1 可以。哦，就换熊猫吧，熊猫出战，熊猫它有这个眩晕，这个呢？就是降低移速不需要，就搞这个熊猫，这个熊猫很给力的。好，就让他出战，我这里就有个熊猫的技能了，雷霆重击。这上面这个技能是什么鬼？这是情侣副本的技能吗？好像也不是这里的技能呀。我这里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技能不知道是什么给的。熊猫没有三阶，但是有个被动啊，你看主动释放，这是主动技能，剩下的3阶是破甲，3、5、8阶解锁额外的属性。哦，两个宠物，哦，出战和助战，助战的再找一个，降低攻速造成200%的伤害，造成186%，但是降低目标攻击。哦，这个我觉得打他们主力也可以。哦，左边看到了，左边这里有个助，有个战，出战和助战看出来了，原来是这样子。这个宠物技能应该是我之前没有选好，如果这个选好的话，之前打那个神宠副本不会那么的吃力。减速我觉得没有用吧，到时候他们巴不得两个人一起干我，他们巴不得减我的速，我直接把人揍了就可以了。怎么还没有比完呀？泰山压顶伤害增强，这个符文是用来强化技能的，每一个技能都可以有3个符文，提升这个技能的这个战力。我要先去打输出后打战士，帽子战力没有更新，待我看打一打就知道了。我觉得战力是实时的，因为它是这样要求的，它是要求必须参加的，你看必须要过来，你如果没有过来，你离线的话你是会自动弃权的。黄忠已经带了，大哥开始啊，技能符文也可以选择效果的。好的，哦，选择谁使用一下，这是眩晕增，眩晕时间增加，我的天，使用中，哇，这上面有个使用中，我看到了，在主上这个字有点小，这边自己减少伤害，减少13%，技能伤害减少，哦，他这个眩晕狂刃不太好，他是增加伤害的次数，但是减少这个输出单次的输出，这个总体来讲也是提高了输出的，因为次数多了，毕竟还是厉害一些。由原来的3次增加到5次，少了13%伤害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使自己伤害减少13%更适合我，因为我可能会被这个激活。待会儿这个技能不要自动放，待会儿直接跳过去，然后一个转，然后再一个这个，然后再两个。哦，待会儿这个眩晕我看一下是几秒，先要熟练一下。泰山压顶是眩晕2.5秒，加上刚才那个 buff 应该是眩晕3秒钟。这个眩晕3秒钟的，然后助战这个熊猫，对吧？又可以眩晕2秒。我靠，这个又可以眩晕2秒，而且我还有一个免控的技能，我就直接是太阴霸了。剧本很好，就看我的这个执行能力如何了。跳过去先看免伤，我被激活再看这个免伤啊。他们说傲风180万的，我不信啊。妖风155万，哪180万？瞎扯！他如果今天充个20000，全都砸到这个砸弹里面，而且把这个素材全部使用完，我觉得有可能到180。
邮件看一下啊，拍卖分红回血55，这还有个郡主啊，郡王我说这个小蛋塔竟然是个郡主，好厉害，30万应该稳，是的是的。哦，今天充2万宝石全期也不行，宝石加的战力特别的少。好，现在武道会八进四比赛结束，还可以点击查看，这里有人打那么长时间吗？打两场要打那么长时间？然后我们现在下一把是和这个忘情，他们是230万的，这个也无所谓。哇，这个游戏故意不让这个战力高的前三名在一起，你知道吧？这个游戏的设计还是有点东西的，就让这个决战变得更精彩一些。什么时候搞七级宝石套？等你开个总督我就搞了呀，这已经很快了，就看你什么时候开了。奥峰开始做装备了，注意一下，不用注意，他可以回到过去两天，然后每天充10000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半决赛倒计时10秒，南桥，呀，不好意思了，南桥 CY， 这个 CY 他之前很猛，但是他这个现在已经不提升这个战力了呀。哎，刚才我的战力是多少？刚才我的战力你们有看到是多少？来，直接跳过去，南桥。他晕了2秒，然后再来一个熊猫晕，熊猫晕，熊猫晕，乐，我击败了南桥，再来一个 CY， 技能快好了，他移动一下，跳斩，跳斩，好，三连斩，很爽啊！哇，这手操真的给力，以后我就不用这个自动挂机了。小西都没有死的机会，哦，147万，哦，比的是那天的吗？那么假，来跳过去 CY。先晕着打一个技能啊，再熊猫晕，熊猫晕一下，拜拜，你看直接就死了。小西到时候其实也可以打一打这个控制，然后来个免控，人呢隐身了吗？哦，在这儿跳斩，拜拜，已经放弃抵抗了，不好意思，辛苦走到这儿拿个四强也还可以，他到时候可以争夺一下这个亚军，是不是？我的输出打了151万，哇 CY 打了30万，蛋塔是45万，好厉害啊。有人在说奥峰在做装备，我们开始录制了。我估计最后5分钟他应该是每过5分钟然后开一把吧。哎，5分钟了，最后5分钟还没有开。哦，比赛开始倒计时要5分钟的，我的天，这等死个娘嘞。刚才有人问武道会排行第一奖励是什么，那排行第一的奖励肯定是小西啊，谁能拿到最后的这个第一啊，首先是队伍的第一，其次是队伍里输出最高的人啊，有权和小西结为这个好友，结为异性兄弟，对吧？什么什么什么好兄弟是吧？对面要赢了岂不血亏？没关系，咱还可以抢亲呢，问题不大，真尴尬。然后刚才还发现啊，妄图今天非常的勤劳，从早上7点钟开始直播，直播到了晚上10点，因为一会儿马上10点钟我们要冲这个装备的排行榜，今天足足播了15个小时。大家的这个礼物订阅还不赶快关注一波，礼物就算了对吧，大家这个礼物送的我觉得我没什么感觉，你送一天到晚就100块钱，我其实感谢也懒得感谢了，说实话啊，但还是感谢，心里还是感谢，但是我比较懒你知道吗？但是如果大家能多点这个关注，多点订阅，特别是给视频多点点赞的话，对吧，那老妄图简直在你面前跪地求饶，就十分的感激你知道吗？开盘上一波是什么鬼，我这个骗子，第一的奖励是紫色麒麟，武道会看一下，最后再看一下这个奖励，本来关注我点了一下没有了，你知道该怎么做，跪下，那个这个适合在这个 VIP 房间里面搞事情，现在这个直播房间外面的这个小姐姐还能看到我，不适合搞这种黑暗的事情。旁边哦，第一有这个赛的奖励，哦不好意思，我又往下了，哦赛的奖励我看到了，哎呀呀，哦588红包，然后给了一个100个进阶礼包，一个称号，武道会冠军，还有一个选50天的，哦，这个就是3人的吗？难道是3人的坐骑？应该是2人的，哎，应该是1人的，这上面只够一个人坐。我仍然怀念当年龙武的那个3人的坐骑，看起来贼搞笑啊。有367万战力怎么打？慢慢打呀。有367万战力，你难道还不开心吗？终于有对手了呀。但是你可能没有钱，那就算了。老王图不一样，准备也不用准备，直接等着时间就进去了。社交，武道会战报，好，恭喜晋级决赛。这里面有3人坐骑，以后也许会有，但是现在不清楚。然后刚才有人说我竟然没有操作，我真的觉得刚才杀 C 班的一波很有意思啊。然后我们这个战力我也不清楚，武道会比的到底是哪天的战力？如果进去真的是140几万那个战力，还是有点悬的。
但是今天这个187万占领应该不用不怎么悬，掉线就浪费了。这个小姐姐可能可以去把这个闸拉一下。你看我这个战力147万，右边这里，这边的话132、121，其实差的不高，我就高了他15万。这两天我加的战力好高啊！哦，开始，我直接冲到前面，选人，载种哥先载一个小技巧，然后再来一个定身，他也定我一下，我再定他身，拜拜，好死了，再来杀一个，哇，免控，减免伤害，我就杀这个傲风。哎，等一下，那两个被杀了吗？这个傲风也不行啊，我就等这个技能 CD 好了，我直接跳过去跳斩，拜拜，定身了，技能甩起来，不行呀，你还跳，没关系，绕柱子，你绕不绕？再跳斩，再定身，拜拜，死了，存活一个人，陆皇，这里还有130秒，还有130秒，没关系，我有两个定身的，他已经意识到打不过我了，定身一个。两个，再眩晕，熊猫的眩晕，再眩晕，你看这套连招绝对很厉害，打完了，牛逼，国王对国王有点厉害的，老妄图牛逼啊！我只掉了一丝血，但是我的小西呢？我小西受伤害了，没关系，一会儿拿到这个冠军奖杯，我再去好好的治愈他一波。这个技能真的是无可挑剔。感谢这个游戏设计的如此拖沓，以至于妄图有了时间慢慢去研究这个比赛。再过去，我要保护我的小西，能不能3v3正经的来个3v3啊？傲风，别走了，来一个吼叫一下，免控，好的，来再定身，傲风，拜拜，定身，大招，小技能，再来一个陆皇，再跳过去跳斩。哦，这个载种他已经不动了，先打最差的，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我知道我不会输了，我 1v3 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他们已经放弃了，老妄图真的牛掰啊！这钱没有白充，之后我们要少充一点，之后少充一点。我告诉大家，他们不会玩，也许吧。就是如果他们配合的特别好的话，比如说，哎，这两个人两兄弟背对背，说我先控妄图，对吧？我先来个这个技能，先控个3秒钟，然后再控2秒钟，对吧？控个5秒钟，然后另外一个人再接再控啊。但是其实也没有办法，因为我有这个免控技能的，我这个狮子，我就吼，它是一个免控技能。然后我这个血量他们打了也很费劲，他们有一个人没有来，好的，那问题不大。他们第一次还，我刚才没有看我这个输出，我这个输出应该绝对爆表，是根本打不动。我知道这个战力高了几十万都是很难打的，我当人没关系啊。我们之后群殴的时候贼爽，明天我们就开四国了，称号领下。我告诉大家，明天我们开四国以后超级的爽，四国联通明天开启，到时候我们一个国家，天卫的云州打天卫幽州，打龙乡云州，打龙乡幽州，对吧？打这三个国家，到时候贼爽。我第二输出，哎，假的！有人竟然说对面打假赛了，你太瞧不起他们了。他们还是有一点骨气的。这里邮件领取一下，哇，武道会战报晋级冠军啊！下注啊，领取。我估计还有好多人加的是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战力比我们高70-80万。武道会奖励588来了，100个宝箱来了，开了，给了多少？给的是这是什么？仙草仙羽 ，OK， 这个小事儿，小 case。武道会冠军一个宝箱，来拆一下，自己的宝箱一定要拆，1-6、1-8，哎呀，菜。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武道会奖励是一个坐骑玄武，还有一个是称号，称号能加多少？称号加了，哇，加了5000，这个坐骑现实的绝对贼牛掰，哇，这个激活坐骑都要那么长时间，加多少？加6000，好188，要发发，预示着美好的牛年，今年。妄图赚大钱，好吧，但愿如此。现在已经没有事情了，来，我们能不能召集一下，然后邀请这个小西同城这个坐骑，然后让这个老坤当这个电灯泡。小西在世界说我爱你，哎，他不会说的，他说了的话我自己给自己充个舰长。你看他没有充，他没有说，应该说充一个 总督的，对吧？舰长说的这个步子没有迈开，拉个令能进来吗？进不来，拉个令试试啊！该地图禁止召集，拉不了。谢谢小西，然后我们哎，说做就做，来，啊，红包拆一下，哇，20元宝，舒服了。坐骑啊，来双人穿戴，骑一下。哦，当前地图不允许骑乘，那算了。这个想让老坤强行当电灯泡失败了，来我们退出吧，来做点这个日常。边境试炼还没有做完呢，请尽快完成任务。走去打一下这个边境头目，走了，这是人做的是吗？我想了想，这个老坤对咱不薄，
支持了咱一款又一款的游戏，那还是对他好一点吧。哎，算了，我们悄悄的带这个小西邀请同齐，这个我发过去了。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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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灯塔，哎呀，小灯塔也来了。啊，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我先去做任务了。哈哈哈，这老坤他是点跟随了，你知道吗？他会跟着我，下个游戏看我被虐。那这个游戏，我告诉大家，这个游戏玩到最后我退游，我估计很可能是因为我打不对面。看那个玄武足迹，哦，玄武足迹可以看一下。等，先别挂机啊。玄武足迹，玄武的，哇，这个龙还是挺大的，但是好蠢啊！要放大了看还有点意思，现在就好蠢，对吧？这应该小西也有，小西也有一个的。好了好了，我挂机完成一个任务吧。然后现在我们就等两分钟啊，一分钟，一分四十秒之后，这个排行榜解绑了。好小只，是的，是的。今晚稍微修炼一次，这叫大？哎，不叫大，不叫大。这个到底大还是不大啊？我觉得找女朋友来鉴别一下，她在这些方面是这个专家，大王嘛，看第一稳不稳，绝对稳。第一杯奖了，我直接把这个麦吃了，把这个一万六的麦吃了。就这还没有远征一的紫麒麟好看，远征一有些特别贵的坐骑确实好看。好，最后一分钟，看一下这里，右下角这个时间啊，有个很小的时间，55秒。明天买宝石，是的，是的，明天我们估计要花不少钱在这个宝石上面。但宝石我觉得我也很稳，因为我和第一名差几百而已啊。对，燕某的那次是难得看老王图吃瘪，但是老王图一开始做游戏的时候一直在吃瘪，你说这个尴不尴尬？这个望图真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明天七级套直接不搞不搞，我这一万丢进去，七级套只能做三分之一，七级套至少我觉得4万是要有的。我上次砸了2万多，刚好升了一个六级套，他要三个六级宝石才能升，我应该是7万到8万块钱这个玉才能升一个七件套吧，应该是。明天晚上19点开播，哦，远征一的8级套12万，好的好的，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呀，哦，已经结束了，我们直接领取，因为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悬念，红装实在太难得了。战力排行榜，装备战力排行榜奖励领取第一，吃好神兵天降，然后我们再升级加了5000，哇，爽！之后再打造一下这个神装，打造金装，打造一个这个裤子，对吧？这已经是三阶了，再打造4件。加10的主页界面，再加4200啊，也加的不是很多，可惜了。但很疑惑的是，这玩意儿没有，就这石头没有。这个以后看吧，打魔王是吧？魔王我们去看一下，忘记了。接令没有令吗？4星 BOSS 竟然没有人拉令，还是我错过了？小西直接睡觉去了，哦，很有可能。小西那边刚刚早上6点，还不如骑个猪。是倒是。继续击打暴龙啊，这屁颠屁颠一怂一怂的样子看着好逗啊。啊，没有来晚，刚好打了一半，捡漏了。这个 boss 还要录制吗？不录制了吧。换宠物，不要换这宠物，我觉得去打人很爽的。做氪金游戏能回本吗？今年可以回本，今年的游戏可以慢慢回本。开了4国就等着跨服国战，好的好的，这种预算看人很多，好的好的，我觉得以后尽量做这种大的游戏，比较火的游戏。接这个令牌，小跟班，走你。这魔王是3星的，你有 PDD 一半粉丝多好，这样就可以跟着这个广告走，什么游戏广告多咱就做什么游戏，是不是？以后妄图就是有这样的目标，以后实现这个目标不着急。先砸蛋吧，砸了1000个蛋左右。魔宝上开一下，你看一下，这一溜的排长队，哇，这个弯一走过你就看到，这前面也有人，后面也有人，啊，真的是太热闹了，我的天！你看后面一，哇，王后也来了，小西也来了，呀，后面就没有人了，可惜。点挂机，再召集一下，免费的召集，不用白不用。另外一个过去应该就没有了。哇，我这儿拉了好多人过来。好，这个 boss 打完，另外一个 boss 不用过去了，那个 boss 差不多也要死了。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
这里一个 boss 打完之后有这个拍卖，但是现在这个拍卖给的东西不好，他给的这个不朽令、传说令，哦不对，不朽令我是需要的，但是他不会有这个不朽令，他只会有传说令和卓越令。我给大家看一眼啊，不可能有不朽令的。你看传说令，传说令我现在也不需要了，卓越令更不需要。好了，就到这里吧。我的天，你看到没？那么多人，我感觉妄图有点这种大家长的感觉了。我这 boss 还没有打，我的天，我刚是把人都叫过去了吗？这 boss 竟然没有人打，打完吧。最后再看一下最终的战力吧，189万。我觉得对面这两个人也要退游了。我再说一下，有一个小的思考，我尽量之后少冲一点，这样我战力提升的慢一点。一个是我们匹配到的敌人也会菜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虐杀他们，这样我们不断的就升得慢一点，但是我们仍然比对面厉害，我们就可以不断的虐杀他们。如果我们一次冲的多，他有些时候不划算的，一开始胡都没有，然后直接硬冲，不怎么划算。然后匹配到的对手还特别的厉害，到时候可能就直接打不过，就特别的恶心。他如果比我高个两三百万战力，我打他就像吃一样难受。所以我是想着，这个游戏还是要慢一点，做时间长一点，真的打算做时间长一点，因为大家很喜欢看我的视频啊。明天啥榜？明天是这个宝石榜，明天这个宝石榜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还看不到那个排行，只能在这看。宝石它是12版，我是118400，就差了1500，其实很接近。这个排行榜我明天一来不会冲，我会等到9:50再冲。好，谢谢大家了，我们今天播了15个小时，已经很累了，准备休息。欢迎大家明天晚上7点钟再来，拜拜啦，拜拜，欢迎给视频点个赞咯。